是喝太多，一看就知道是宿醉的脸。我觉得老外，我们今天的观众好像都是40-50岁以上的呢，白领阶级的，他们可能不好意思笑，笑什么？我是董事长，没有啦，不要开玩笑了。好了，大家去打个结束啊！大家去打结束，为什么还是到现在还是觉得很热哦？有啦，有凉一点的，有耶，有有有，其实有吹到风了的。你们很热吗？不知道。我问他们。哦，是哦。你们很热吗？有人穿外套的耶，所以台下应该还蛮凉的。我操！对啊，真是屌啊！开始。哎，你又来了。不好意思哦，自己在聊天。什么歌啦？怎么样呢？今天的蓝心乐团。下部分了。好了。老爸的歌，好，那下一首歌又回到我了。这是一首很好，我觉得啦，我个人觉得蛮好玩的歌。它的歌名叫《香喷喷》。那至于《香喷喷》的由来呢，就是因为那个有一天那个，哇，很逗趣的那个背景音乐，快点。有一天那个我爸爸去山上打猎的时候，然后就是那一天就是没有成果，就是没有猎物，可是他的身上就是有一种猎物的味道，我不晓得为什么。可是你知道，我爸是一个其实蛮严肃的人，所以我们其实不太敢跟他开玩笑，所以我们又不敢跟他说你身上很臭，这样怕被他笑，怕他会骂我们，所以我跟我姐姐啊，我们就是说其实很香，这样我们就给他取名叫做香喷喷，对，然后歌词有。然后我们里面呢、啊、有一个是那个葛毛令的味道，就是那个葛毛令就是一种猎物的名称。弟弟，葛毛令是什么味道？是什么动物？我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一种猎物的名称就对了。猎狐。什么臭狐之类的？哦，臭狐。哎，你们为什么要站起来？就坐下，很像很闷的，会跟他们一样会睡着。好了，那我可以坐着吗？因为可以，因为你穿短裙嘛。哎，是。造福人群，还有白痴，你没有穿裤子好不好、欸？有反应了，我在笑了。哎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好，那就带这首歌叫做《香喷喷》，拍手。为什么一直找不到我？
大家。有点香吗？这首歌还是很臭。谢谢，是谁在回我？接下来带来上半场最后一首歌了。哎，这么快？我也不晓得，因为警察说他等一下会来，所以赶快唱完。阿里那个有一首歌在描述一个失恋的中年男子，他在拍水沟徘徊的时候给我一个灵感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喝太多，就是回家休息嘛，不要在排水沟躺着嘛，这样清水队清洁队也是很辛苦呢。然后就失恋嘛，然后呢他就有时喝太多，那好吧，那喝就喝，就疏解心情，但是还是要劝大家少喝多一点了，好不好？那像我们团员都不爱喝酒的，我们都只有真的，对，不相信等一下留下来看嘛。等一下有人在咳嗽，有人在咳嗽哦。是啊，你是怎么样？哎，好了，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哈，这首歌的台语叫做《啉蕊》，喝吧，对吗？我讲的对？哎呦，都没点头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我们就是带来上半场这一首歌曲《喝吧》这样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唱完这首歌，你不要以为就结束了呢，还有哦，好了，越讲越没有反应算了，那我们我还是唱歌好了，为大家带来《喝吧》，谢谢。是谁说爱情只能够曾经拥有？哦，完蛋了，我唱错歌词了。Yo， 孤独的我只好一个人坐在路旁。是谁说爱情只能够曾经拥有？我偏偏就有了一个我的天长地久。当初的海誓山盟，如今却剩一个我。孤独的我，只好一个人独自承受。掌声非常的一般。喝吧喝吧，我不想回家，换你们。喝吧喝吧，我忘了怎么回家，换你们。哎呦，我不想回家，再次，忘记。
哇哦哦哦哦哦不错，唱完了。怎么样呢？抱歉，抱歉，到底没有。其实要告诉大家一件事，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两个小时，所以我们上半场会稍微，对，你知道要铺。我们先讲铺下半场的歌。对啊，我们是故意出丑的啦。哎，对不对，鼓手？排好的，对不对，鼓手？好的。因为我们昨天排很久呢，因为他很难会出错啊。对，但这是股神啊，我们不能说他的错，是我们不够好。哎，在那边。好了，没有隔了年，我们先休息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阿里萨利嘎嘎巴布隆，巴萨拉霍嘎米奥。哎，如果要米歇的到那边。就是米歇尔的，米歇尔就是尿尿的意思，对，米歇尔，对，在那边。好，我们就先中场休息，好不好？大概是十分钟了，好，马上就下来这样，不，马上就上来这样，好，好，下课一点点，谢谢。